透过上港校庆晚游会，今仔日头一举行，校方特别邀请多位杰出校友返校共同来参与，嘛颁奖表扬服务真侪年的老师。这次晚游会，每班的学生唔呐备冰、备饮料，嘛家己做出真侪不同菜式的料理，肯定是相当热闹。透过上港今日举办校庆晚游会。现场会当看到真侪学生想尽各种办法来吸引人买物件，嘛有真侪学生小招到其他的摊位来吃各种的小食。我现在身上穿的是汉服，是中国的那个传统服饰，然后我们就是要宣传这些商品。我觉得今天园游会呢，就是摊位很多，每一班卖的东西都很有自己的特色。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卖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选择性很多。今日晚游会，校方也邀请真侪位杰出的校友返校来参加，并且伫活动中心颁奖表扬服务真侪年的老师，希望学生会当向这杰出的校友学习。每一次回来，其实就感觉学校就一直在不断的进步跟有新的建设。那我也用这些经验跟学弟妹们做一些勉励。那这一次哈能够获颁我们的杰出校友哈，相当的开心。那也感谢学校的肯定。那因为学校哈也希望能够找我们回来哈，给学弟妹一些勉励。我觉得教育工作是我一开始的志业，然后25年一路走过来，我希望未来的5年、10年还继续。在土库商工服务，能够贡献一己之力，那是我这个今天的得奖的感受。这届晚游会，真侪学生拢是家己哪煮哪卖，用家己班级的特色来卖一挂无同款的物件。校长何佩玲讲，这届应二年级的学生拢真有创意，嘛，让三年级的学生会当伫毕业进前，会当好好啊参加最后一届晚游会。我们这次呢，高一高二的同学他们就是负责这个园游会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哈。那高三的同学我们就是以一个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的这样方式，他们就尽情的来在这个。享用学弟学妹们所做出来的相关的这个产品，爱炒泡面啊，然后还有干冰汽水，年轻人的最爱。然后虽然只有一条街，可是充满活力，然后还有舞台可以看。这次的园游会呢，非常好玩，还有舞台可以唱歌呢。虽然今日天气真热，但是学生有卖饮料、鸡鸭冰，现场嘛有准备唱歌的舞台，来让学生表演才艺。对学生来讲，这是一年一届上特别的一天。记者林建宏采访报道。